使谁遭离弃。今天各走了老途，给自己尝试去忆起故地，太依稀。乍短的偶遇，长久的隔开，难以置信，确实曾相处，双方只并行直线，从交叉角度相遇，曾经交错但离去后，怕会再遇。用 ViuTV app 同上 Viu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